三到死四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哎，小伙子，今天怎么还吟起诗来了？陈老师啊，今天不是教师节吗？要不我们也给老师送一份特别的礼物呗。哎，你别说，你还真有心。那下面呢，我就讲一个老师特别容易得的疾病——咽炎。我们知道老师啊，常年的宣讲多言，容易伤气，再加上粉尘这些因素啊，特别容易得咽炎。方法呢非常简单，到药店里去买两味中药，太子参十克，玉蝴蝶三克。太子参呢可以起到补气生津的功效，玉蝴蝶呢有很好的润肺利咽的功效，这两味配在一块呢可以常年喝，也没有副作用，对缓解咽炎效果非常显著。小方法解决大问题，请您将我们的节目积极分享给您身边的朋友，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。